我到大陆来替台湾的年轻人找到他未来更多的机遇，我是不是在替台湾做事？可是我要这么努力做事，这么努力的促成两岸的融合，促成两岸一起将来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、两岸的统一做事，那是不是为年轻人的未来在做事呢？我不觉得这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没有什么我要不要坚持的问题。你可以说这是一份理想好了，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嘛，也不是我讲的，这个经书里面讲的，千年暗示一灯即明。你不要怕人家在讲那么胡说八道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只要你肯讲真相，你肯讲出心中的理念，你肯讲出你的中心思想，你肯讲出我们应有的道路应该是什么，哪怕是一个灯，千年暗示一灯即明。我们希望一个灯点亮好多的灯，那就大放光明了，那就有前途。